一般贸易作为最常规、最广泛的一种贸易方式，企业拥有的自主经营权更大，能够获得的贸易增加值也更高。一般贸易比重提升，显示粤澳两地的市场潜力在持续扩大，给双方带来的贸易收益也将不断增多。 商品结构的变化反映出粤澳贸易互补性增强。一方面，广东凭借强大的制造业优势，为澳门居民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工业品；另一方面，澳门则利用商贸服务优势，在满足内地对优质消费品需求的同时，也有力支撑起本地经济的适度多元发展。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,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.